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发现台湾文化。那我们快点开始今天的主题吧。Hello guys, I'm Winnie. Today is 端午节 Dragon Boat Festival. Do you know the origin of the 端午节? Let's take a look at the origin of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. 在战国时期，有一位大臣名叫屈原。他希望他的国家楚国能变得更强大，所以常常会给皇帝很好的建议，楚国人民也都非常喜欢他。但是有些大臣怕屈原受到重用，所以就常常跟皇帝讲屈原的坏话。屈原被流放到遥远的地方，楚国也被敌国吞并了。屈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非常的伤心。于是他在五月五日这天，抱着一块大石头，跳进了汨罗江。他的仆人听到这个消息，赶紧到汨罗江寻找屈原的尸体。可是他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，就难过的哭了起来。附近的人听到了他的哭声，划着船过来。你为什么哭啊？我家的先生投江自尽了，我找不到他的尸体。百姓们听到这个消息，又伤心又着急。没关系，我们帮你一起找吧。于是百姓们也开始帮忙寻找屈原先生的尸体，可是他们找了好久好久也没有找到。有个百姓说，屈原先生是个好人，我们不能让他饿肚子。于是他将身上的饭团丢到江里。但是饭团丢到水里，马上就被鱼虾吃掉了。这该怎么办呢？这样屈原根本吃不到啊。我们以后用镊子把饭团包起来吧，这样就不会被鱼虾吃掉了。现在人们为了纪念屈原，就会在端午节这天包粽子、赛龙舟来纪念他，这也是端午节的由来。那么今天发现文化台湾的影片就到这边，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吗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如果想看更多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如果想学更多的中文，请到 Amazing Talker 找我，我是 Winnie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